要的东西。那我们修行人呢，重点在哪里？就是要把这些底片怎么样，让它曝光。虽然说这些底片看起来都有回忆，但是这些回忆呢，它有甜蜜，也有痛苦。那这甜蜜跟痛苦跟这些底片有没有关系？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会你感到甜蜜，感到痛苦，感到快乐，感到幸福，这些都是什么？心之闪现。所以我们这所有的看到的这一切的东西，都是我们亲手看到的，包括你的小孩子、你的父母亲、我们的夫妻之间，你所看到这些，都是我们心所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有这姻缘，今天成为夫妻也好，好、成为一家人都好，这个都是一种姻缘聚合的变化。那我们线上底片的时候，也要把我们内心的底片怎么样，能够反省出来。好、原来这些的。我碰到最好的是三天慈悲给我们这样的姻缘，好，或许我前世的一个修行所得到了一个福报，但是碰到了这些给我们一些不好的事情怎么办？那原来就是怎样，上天要造就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的心做经过这类事情的一个历练以后，让我们心能够放开。好，往往我们看不开的是什么？尤其是说我们对子女这么付出这么多。就是这一次修要一次成，好，所以我们看的这些啊，我们一看这都是几乎都是去年的啊，去年活动的过程啊，那我们今天这活动，我们摄影师也帮他拍下来记录下来了，啊，那这些记录呢啊，是给我们做个了解以后啊，那大家会不会感到温馨？会很温馨。好，那不管你是温馨也好，或是说过了一年的要爱啊，这个年老了，可是我们年老了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心不能老，我们心永远是怎么样，都是年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像刚才那个泰卡，笑得很开心，很快乐，非常幸福。那幸福从哪边来？因为你心怎么样，开朗，对不对？心无烦恼啊，所以你就有那个幸福的脸就出来了，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，借这个机会，好，我们这个重阳敬老，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是这个老人家对我们道场的付出，点的是非常慈悲，啊，感谢大家啊办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们更要感谢怎么样，我们点的师啊办慈悲，啊，我们谢谢点的师，啊，谢谢点的师。再上一遍，好，好嘞。